原來我同鎮江都認識咗七年。啊，七年噶啦，咁快咩？仲記得2010年5月喺朋友介紹下認識嘅，嗰陣時候幾多歲咧？18、19歲，跟住已經覺得佢好得意，好想追佢。記得第一次食飯嘅地方喺Aqua，幫阿蘇慶祝生日。之後我哋簽字就揀咗個地方。我哋雖然頭四年係 long 啲，但係都一齊經歷咗人生最美好嘅青春歲月。當然有試過跌跌碰碰、吵吵鬧鬧，一齊笑一齊喊。當然啦，我喊多啲嘅。其實都咩都喊喎。我哋一直都冇離開過大家，仲互相扶持住，鼓勵住大家嘅夢想，一齊成長進步，憧憬住未來。好多謝阿蘇一直喺我身邊陪伴我、支持我。鎮江係一個好温柔、好細心、好孝順，同時又有責任感嘅男仔。阿蘇啊，野蠻咯。講一下先。阿蘇真係好乖，好孝順，對屋企人好好。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佢好中意小朋友。其實我有句説話想同佢講好耐啦，因為佢成日都話我唔讚佢。其實我心目中最靚嘅唔係高圓圓，而係你張口怡。在這裡多謝老爺奶奶，多謝你們的悉心照顧，有你們我才可以在我的人生中遇到一個這麼好的男仔，還有兩位姐姐 Betty Sandy， 還有其他所有親戚都一直這麼疼我，當我一家人這麼愛顧。從今以後我會努力學做一個好老婆，雖然我現在未能做到好像奶奶那樣入得廚房出得廳堂，但是我會以奶奶為榜樣，學習潮州女人精神，我會努力的了。好了，我現在要轉一轉韓文 channel， 多謝翻我爹哋媽咪。等等，我都要轉一轉韓文 channel 先，我有嘢要同阿摩念同埋阿波念講嘅。阿摩念，阿波念，초루미도주시고기안다후유루저한테허락해주셔서감사드립니다걱정하시지않도록후유루평생지켜주며사이겠습니다저를낳아주시고길러주신엄마아빠27년동안저희삼남매키우신다고홍콩까지와서정말고생많으셨어요 먼저평생가족만을생각하면서뒤에서헌신하고살아오신아빠에게감사드립니다그리고세상에서제일예쁜엄마맨날나만보면시집이나가라고했는데지금진짜가니까보내기싫지 많이모자란거아는데도항상예쁘다착하다잘한다칭찬만해주는우리엄마많이많이사랑해결혼전에엄마아빠얼굴보고꼭말해주고싶은게있었는데이렇게영상으로말하게됐네요미안한게많고못난딸이라엄마아빠이름만불러도눈물만나올것같아서사랑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저는다시태어나도엄마아빠딸로태어날거예요시집가서더노력하고좋은모습보여주고엄마아빠걱정하지않게존이랑잘살게요사랑합니다